近日开启巡回演唱会，在22日唱到广州，吸引不少歌迷到场朝圣。而九零也接连带来多首经典歌曲，让粉丝们大饱耳福。一直都力挺 LGBT 的他，当唱到《玫瑰少年》时，还特别打造了大型彩虹灯，用具有象征性的彩虹来支持 LGBT， 并且在演唱该歌曲时，音乐棒也改由中控变色，让整个演唱会现场瞬间充满着许多彩虹。九零也感性在舞台上表示：“所有生命的战士，你们是最勇敢的，要勇敢的往前飞。”原本这首歌就是在为不同性向的群体发声，也因此这一次演唱会的舞台设计被认为明显是在为他们发声。不过网友们纷纷认为九零很大胆，因为到目前为止 LGBT 在大陆依旧没人敢公开声援，只能说九零真的又创下一个纪录啊。